He's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who has discovered this disease, and he's willing to speak up the truth. And unluckily, the truth was not spread around early. So that's why things happen like this. 我的职业真的就是挺痛惜，也挺惋惜的。就是这至于这它造成的这些影响，能不能警醒一些什么？ 这是别让他白白的就这么失去了什么影响。听到对主要能听到不同的意见，对吧？能有不同的意见，能有对我们工作做得不好的地方给予批评、给予指责、给鼓励他们，这样才能看到我们工作的短板，而不是一味的说我们哪做得好。我们现在最需要找的是我们哪做得不好，还要进一步加强，还要进一步改善。这就要去欢迎这样的声音。 欢迎这样不同意见。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在抗击疫情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全力救治，不幸逝世。国家卫生健康委 表示深切哀悼，向李文亮医生的家属表示诚挚慰问。